今天是2023年，8月28号，礼拜一早上9:30。Jumi 昨天一样是非常乖，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他都是在厕所里面上好大号、上好小号，都非常乖。然后晚上也是在客厅睡觉，我睡觉的时候就把门关起来，他就自己在客厅睡，非常乖。从礼拜五到今天礼拜一，每天都是非常乖。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看到我就很快的就爬到我的脚上面，躺在我的旁边。那我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他也是，就是躺在我的旁边，非常喜欢靠近我的身边，非常乖。感谢上帝送给我们一个这么乖的宝宝，真是太好了。真的，乖宝宝是上帝赐的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谢谢上帝，这么好的小孩。小咪宝，小咪宝你乖吗？你说对，我是第一名，乖乖。好，拜拜拜拜。